刚刚接触剧社短短两个月，就是我已经每周去回剧社，每周这样的交流深入到剧组的当中，然后帮忙做一些道具，我感觉说什么感觉自己很有创造力对，能够激发我很多，比如说因为各种各样的语言人物人物性格角色都能够帮助我对一个事情有一个新的认识能听吗？我得想想他们好像那我就先停。